锵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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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女子驾到。能被你出来吗？哎，我也没来催你了，我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没有想到会穿上这么漂亮的服装，回到了一种古代的那种感觉吧。太漂亮了，像个贵妇嘞。蛇来了！哇，青蛇来了！哟，应该是直接这样子啊。花开，你不懂爱。小孩子们抓紧时间了，阿姨已经入魔了呀。你说的对，我已经在等你了。骆驼子桥红颜，更拉更生啊，仙女下凡间，弯弯仙术人成仙，漂亮，美艳不可方物，喜官人，白娘子。走吧，走吧。西湖美景，六月天美，是四月天吧？嗯，是四月天吧。三月天美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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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错，哎，这个衣服是漂亮哦。见过各位，姐姐姐夫好。嗨，还亲亲好。何方妖孽惹的祸？我们真的比我们玩的开心。从之前那个叔叔阿姨，还有我爸我妈，他们坐在下边自己摆弄那个假发，自己戴着然后自拍那个山之后，我就发现他们真的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年轻很多。就是我觉得全世界吧，可能挺多的父母都还比较传统。我真的有点担心我爸妈会不会配合。但他们还算是就是很兴奋于这次的体验，然后可能也会帮他们找到一些年轻时的一些感觉。这个位置的光线更好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好，准备了啊，时刻开拍哦，我去准备抓拍，你们可以随意的动一动都 OK 啊，准备了。感觉特别棒，对，好，再来 ，OK， 这两位叔叔可以对看一下，对，那种感觉可以的。最深情的动作，好好好，有有有，对，看着看着对方，对，不要摸肩膀，要摸他的脸蛋的那种，好好好，可以，好像你叔叔李阿姨，你俩把脸转向对方，那样把额头顶到的感觉，对，可以不用看见，哎，对对对，这样感觉更好。好，准备，我们再来一下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